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吧大神，好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啊！这有两位都熟门熟路的都来过了啊！这是我们的卫冕者啊，21400赚到手上一期，今天挑战第二次卫冕啊！只有呢，尼克呢是第一次来的啊！来，加油！现在庄家开门，加油！十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序为，登老，下一位来，是梁哥，来，尼克，来。一位出彩，红中，真的要偷瞄一下他的牌，刚刚都没机会看他怎么乱打。披风，困难，北风，碰一个，发财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自己加，发财，发财，二饼，吃一个。风，东风，九万，一饼，花，白瓶，碰一个，我还有碰的好，好哎，最喜欢碰这些了，有台的，没错。碰一个，你也碰，七万，东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不会了，对，好可爱，又不会了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不会，然后打赢了21400。以为让我吃一张，这个你想太久了，这个不能接受，这个我不会想这么久。这是选择题啊，好好，我算了算，还是绕远点。干嘛？哇塞！选错了吗？好甜啊！棒哎！天哪！哎，我很不会玩的，我发现你比我还不会。是吗？选择错误，他怎么会来参加节目？重点是他还会演的。谁在做 interview 的？ interview 我也打赢。哇！哇！臭屁！就是有这个运，好厉害哦！西风，就是注定要让你来上节目就对了。不好意思的，你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二条不好啊？是吗？第四条把它打掉，你说会好吗？四位。三万，一条，哇，糊掉了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摸。七万，怎么这么甜，我吃不到。东风，起来，发财，来坐，三万。三万，西瓜，坐牌，困难，芭比，他眉头深锁。大笔，红中，一秒，6万，哎呦，好妙，对呀，大笔都打过，西风，哎，2万。还有一张二万，对啊，绝招二万，四饼，
1万，3万，都是万字。什么？2条？ 4万，大家都比较万吗？8万，9万，都是万字。啊，真的都是万，哎呀，看不到。你这把要打黄的话，那个序位真的是个衰洗，真的衰洗，活该的。对啦，活该，真的是活该。衰洗，超活该的你，好想看哦。 等下我会跟你们解释，因为现在其实就已经不懂，你已经了解你的活该点。啊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吃了我会懂。大陆友好。算了，你要请哪个教我？我真的的确有点不太懂。我想叫你回去，我来打。 不要花，不要这样嘛，给我机会。来敲敲。5笔。打破了，7万。万子都没人要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除非他妈听卡张，卡5万之后，里面只有5万没出来。 5了，9了，来，牌倒下来。阿丁这个，来，请教我。你看你回合也是吧？刚才是你摸这个的时候，对，你要猜什么？你去猜2、3条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应该猜什么？猜1笔。为什么？啊？仔细看。不是，而且在这之前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这就要先碰掉啊，你在干嘛呀？不是，他那个牌是这样子的啊。 对，没有9万，还没9万没有上，所以他还没有听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要猜搭子？哎，2饼他吃了，2饼是不是没有了？看一下。对，那你是不是应该，你要吃卡2饼，不可能，碰2饼也没有了。对，你只能碰9条才能够听牌，所以应该打1饼啊。那转手他打1条，你是不是吃了？对，对，吃了是打3条。 是不是第6、9万？哇！哦，哎，什么？哦，又是好。来，再讲。刚才你摸了9万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听这个？你现在听什么？告诉我。你说你刚才听的？你刚刚听什么？你不知道你刚刚听什么？知道，知道。讲啊！现在好紧，他现在要怀疑自己了。讲啊！你刚刚听什么？ 2饼9条对倒啊，对啊，对嘛，对啊，好，他打1张4饼，你怎么办？就在等他，等他，等鬼啊，吃他，吃他，吃听5、8饼，吃他打1饼，吃听5、8饼，哦，哇，那我真的逃过一劫。 输给你2万1000，是我真的心服口服。好，我现在正中我。脑筋转一转，麻将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好，好，这边呢，没有台啊。0、5，0、5，没有啊。碰了2万0、5，你要骗我这个老司机？好，东风3缺1，第2把来，来哦，下一位。 是，拿来看4家的牌。庄家，喂，来，日良，来，一口，加油，许巍，欢迎来，一位出菜，出菜，南风，东风，南风，北风，碰，哎呦，好起来了，9万。 西风，5个花，对，就没有摸实体麻将，东风都打电动的，是不是？去哪里？差点就下钩了。
南风。哎呦，哎呦，多花。对。白皮。我有两只可以。四朵花没谈。白皮也是辛苦。白皮更大。一万。碰。二万。黄公碰。九桶。九桶跟打。好吃。发财。白皮。七条。他不吃你抓不到，没关系。麻将就是这样子。二万。假兔子，你看天下无王。不是吃兔，吃的肉下去。大家讲吃兔子。吃兔子，九条。大饼。吃不到。三饼。哎呀。想吃。大饼。八条。碰一个。五。哇，点点大。哎，对。发财，九条，哎，那么多条，东风，发五饼，一饼，南风，三只，还有南风。二条，五万。嗯，谢谢，那么甜。嗯，还蛮轻的，张志良。对啊，都不喂。什么？人家打那么好，这么都不喂？还是你把我吹气？吃不掉，吃不掉的包不落，你是嘞？西风，好吃。西风。八万。碰一下，看懂了，看懂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碰了，嗯，终于有了，借过一下啊，好，八筒，打烂，这七饼断了，八饼限两张，小心啊，小心，以后已经放一炮了，真的，两炮要惩罚了，四饼。二锁，二锁，不是你们看答案号吗？突然间想说怎么办？啊？想想，应该是可以。六条，麻将还可以吧？虽然很少打十几。在加加呢。麻将挂。五饼，二五，发到了，来了，真的有这个，拿下来各位，才刚拼而已，好幸运哦，真的，真的厉害，啊，真有这个命，牌很烂的，好，屁股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三把啊，两位啊，各放一炮，好，啊，现在志良庄家，好。好的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志良的牌，来看 ，Nicole， 我已，许维，还有，下一位，牌进来，庄家志良，困难打掉就不难了。
南风，先打南风，西风，南风。 2万，2万碰一个，1万，小姐不是随便摆，哎，接青菜摆，青发，我很久没玩实体麻将了，连刚刚招牌都摆平，碰一个，对，放这里，东风，2万。 哎呦，刚刚我想猜搭子，真的，一桶，4万，红中，漂亮，5万，漂亮，哎呦。 在犹豫了，在犹豫了，很复杂，是不是？一桶，3条，碰，2条，北风，5花。 4万，4万，2条，花，5条，大饼。 一条，挺不值，要吃。全中。1条，北风。1条。5万。你打过吗？有。你吃回来。 4花，哇，想听了就摸到喽。3台的4台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我们来看看试驾的分数啊。好的，首先是旭威是4700，然后我们的宇威呢，刚刚摸了一把变7500，然后我们的志良哥4100，最危险的是 Nico 3700。因为他你当然是多他500分的，但是你。 你庄家自摸你多一台，所以你们差400分哦。来 ，Nico 庄家13，拿来看试驾的牌。庄家 Nico 加油！欢迎，许伟，金牌，许伟，加油！志良的牌，加油！好的 ，Nico 出菜喽，白皮，北风。 白皮，1万，发财，9条，碰一个，2桶。
不好意思啊，七条，甜甜的你，。白皮，发财，三条，四饼，红中，啊，到了，到了，你这样爆爆，你被淘汰耶。哇，真挚的，没办法，哇塞，来牌倒下来，哇，哎呀，因为你们只差400分，哦，你放了一颗，再差一台、两台二花红中，这是两台700分，哇，你口活下来了，哇，后来，哎，他可能故意救你吧，哇，你看他安全大卖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他东风是两倍淘汰，本来差400，还有机会赢。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南风逆转胜，挑战吧！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